加拿大是最热门的国际留学移民国家之一，而作为一家成立25周年的国际寄宿高中的领军人， 出门和Carol 和他们的团队服务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几千名留学生，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逃离满天下的故事。新时代电视一台逢星期四下午6点45分及晚上10点20分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